照片，我厂里是做这个设备的，请进去啊，你是哪里啊？罗凤啊。你啊？啊，我厂里做这个设备的。你做设备的？啊，我拍一个视频给客户看看。对对对，好吧。我厂里做这个设备也是今年刚做起来，做鞋底的刚开始，做其他两组分别做的比较多，现在做三组分别。我拍个视频，有客户过来看看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哦。 你这个很多年了哦，对，很多年了。这个当时买过来多少钱？四货，很便宜的。四货啊，对。现在这个新的8万多左右。那你拍的，老板还有这里拍的。哦，不拍钱。这老板还有你要保险公司是吧？麻烦的。 这个应该没关系，我老婆在这里做事。哪里啊？楼上，这吧。哦，他们那边打一个看一个。对。你们那个鞋包打啊？那个鞋包打？你试一下。打。兄弟，打这个。打这个，打这个走错了。啊。啊！